进来血光不间断，再不改破财又伤身。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某栋楼，但是我住进来之后发生好几个血光之灾。从大门呢可以看出来，这个煞气呢很严重。好，一进去呢就有一把刀呢，就要让你伤我。越翻他门楣呢，却被真的哎，讲到第一次看到哎，我去潜水，因为潜太深，然后平安没有做好，我耳膜穿孔，听到那个，然后耳朵流血。全天哪，是怎样？